队立大功的狗狗毛毛在户外碰到了巫婆小猪，被巫婆小猪打开了传送门，传送了利益世界。结果他从小猪佩奇家的电视中窜出，结果却被卡在了半路上。小猪佩奇发现后，用他的魔法棒将毛毛救了出来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红色、深棕色、黄色、青色、深灰色、紫色、浅棕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